洋乐声浪漫曲调，伴随单簧管乐和隐约能听出客家山歌元素。金曲客家歌王黄子轩携手春面乐团尬歌，将登上总统府音乐会，用歌声替巴黎奥运台湾代表团加油。看桌球、羽球跟拳击，在台上的爱，把这个爱传给我们的选手们，希望他们获得这些爱，在国际上有获得很好的成绩。谨慎面对每次彩排都当成最后一次，用心准备，全因为表演当天要和重量级卡司同台，带来精彩多元跨世代演出。今年的精彩表演究竟谁先拔得头筹？2024总统府音乐会，敬请期待。金曲双金歌王沈文成和乐团灭火器吉他手郑宇辰两人摩拳擦掌，在拳击擂台上蓄势待发。还有陈明章、徐锦泉、阿瓜面、潘丽丽等实力派歌手，邀请大家7月20号一起为即将出发巴黎的台湾好手应援。这次要可以在总统音乐会，然后要做应援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也是，我觉得是一种反其道而行，因为你要去加油，我觉得一定是要有适当的放松。很多时候想到客家音乐，都会觉得好像很严肃啊，想到家乡啊，想到乡土啊。但是或许客语它在现代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事情。总统府音乐会今年首度以奥运作为主题，希望用丰沛的音乐文化唱出家乡的温暖浪漫，呈现台湾精神的自由多元，帮台湾队的奥运选手加油。民视新闻高子涵、陈胜汉台北报道。